竟是总裁级主人，精致优雅完美的男人。 My baby， 时光项链是我妈的衣服，我找到了。时光项链失窃了，都往那边跑了。我找到少爷了。你去哪儿换了套衣服？大叔，你怎么乱认儿子呀？不是楚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家，我想爸爸了。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妈妈着急了。虽然很匪夷所思，但您二位确实是那两个孩子生理学上的。你想跟妈妈一起生活吗？尝一个。我死了吧。爸爸，你酒量。99爸爸妈妈，你们要亲亲吗？就在这期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找回记忆、搞清事情原委之前，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。好啊，可是我还想要一个女孩。跟我走，不许走。晋晨，你居然敢跟踪我！而且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我们是同居的关系。不说好了不在公共场合公开我们的关系吗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这像赶着的作物债主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毕竟我们不是一家人，还是分清楚一点。399，我们生活中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插曲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把玩具给我。